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派。今天是2020年的8月2号，星期日，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只要 TV 新闻早报，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和即时通客户端同步收看本栏目。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早晨到上午，我省的东部地区部分地方有轻雾和雾，请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和雷阵雨。今天省内各主要城市和地区的最高温在29到31度之间，长春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温31度，最低温21度。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常态化疫情防控。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7月31号0到24时，全国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6例，上海4例，广东2例，本土病例39例，新疆31例，辽宁8例。当日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3例，其中境外输入11例。下面来看我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情况通报。7月31号0时至24时，全省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7月31号0时至24时，全省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7月31号0时至24时，全省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昨天上午，辽宁省大连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对大连市疫情基本情况、核酸检测情况以及各项防控措施进行了通报。新增本地确诊病例8例，有5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归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76例，新增本地无症状感染者4人，均为大连湾街道的居民。正在实施医学观察的本地无症状感染者31例。发布会上，大连市卫生健康委通报，大连市各家核酸检测机构及辽宁省内第三方核酸检测机构满负荷运转，全市已累计出动医护人员24790人，累计设置采样点5299个，累计完成核酸检测448.8万份。即日起，我市主城区各大医疗机构核酸检测恢复正常服务，市民朋友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在相关检测机构预约或咨询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事宜。据了解，大连市正通过病例筛查与隔离、密切接触者追踪与医学观察、划分风险等级、实施严格社区管控等措施，全力实施精准防控。截止7月31日24时，我市检测出本地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共计107例，其中通过密切接触排查检出的65人，占60.7%。通过集中筛查检出的28人，占26.2%；通过主动就医检测出14人，占13.1%。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控中心7月31号介绍，截至7月31号的0点，香港新增12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本地感染病例118例，输入性病例3例。香港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已经连续10天超过100例。而家即係社區咧，其實都實在即係有大量嘅隱形嘅病人，咁所以縱使咧即係同事好小心咁樣即係去把關，但係咧其實都好難避免話即係一啲冇明顯病徵嘅病人咧係會入咗普通科病房，咁所以即係為免咧我哋即係有喺即係冇病徵嘅病人送咗入院之後咧引起即係院內感染啦，咁所以我哋其實都開始咗進一步加強即係入院篩查嗰個措施。7月27号，香港特区政府宣布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香港特区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记者会上宣布，再收紧4条防疫措施，
包括要求所有餐厅全天禁止堂食，所有体育场所及游泳池停业，早前公布的限聚令由四人收紧至两人，还有不论是室外或室内的公众地方均需戴口罩。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呼吁全港市民同心抗疫。现在最重要的是市民的配合，抗疫措施为大家带来困难和不便，但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自亲，保护医护人员，保护香港，我恳请大家忍耐，坚守社交距离，尽量减少外出，只要大家同心协力，我们一定可以再次走出逆境。从七月初起，香港已出现第三波新冠病毒大规模传播。此前有香港特区政府专家指出，或豁免检疫的船员很可能是第三波疫情的源头。此后特区政府宣布，由七月二十九号起收紧来港进行货物装卸货船的换班船员、机组人员及其他豁免人员等到港检疫人士的检测及检疫安排。此外，特区政府还推出扩大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的计划。二十七号起，感觉有较高感染风险及轻微不适的市民，可到指定的22所普通科门诊免费领取样本瓶进行病毒检测。为缓解公立医疗系统的压力，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社区治疗设施于昨天中午开始接收病人。这一设施类似于此前内地启用的方舱医院，主要收治18到60岁的患者。目前可供500张病床，有24小时当值医生和护士，并提供肺部 X 光拍片、抽血检查等服务。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社区治疗设施接收的患者初步分流为3个级别，第一级是无病症，即 X 光显示无肺炎迹象的患者，如果2-3天内都无发烧等症状，可以转到鲤鱼门公园及度假村继续隔离。第二级是有症状或发烧的患者，他们会在亚博馆接受治疗，如果情况恶化会转送到公立医院隔离病房。第三级是血压等指标不稳定，有呼吸急促或肺炎的患者，他们会直接被分流到公立医院接受治疗。应香港特区政府的请求，在中央统筹部署和指挥下，国家卫生健康委迅速组建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将于近期赴香港协助特区政府抗击疫情。首支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由广东选派，约60名临床检验技术人员协助开展实验室工作。同时，国家卫健委已组建内地方舱医院支援队，由湖北省武汉市选派6名有方舱医院实战医院的专家，那么为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改建为方舱医院提供技术支持。昨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3周年，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升起五星红旗，迎来了自己的节日。迎着清晨第一缕阳光，雄壮的国歌声响彻天安门广场，鲜艳的五星红旗与太阳一同升起。在祖国最北端的北极哨所，在海拔4900米的西藏军区某边防连，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机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驻澳门部队军营，战士们整齐列队，精神抖擞，庄严举行升国旗仪式。国旗下，官兵们重温军人誓词，用最昂扬的姿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3周年。
军人的宗旨一心为民，正在安徽马鞍山担负抗洪抢险任务的第71集团军临汾旅400余名官兵，升旗仪式后就立即奔赴抗洪一线执行任务。松嫩平原第80集团军某旅野外驻训场合成营防御战斗演练随即展开。粤西海训场，海军陆战队极端环境战风斗浪泛海边波，在豫南某训练基地，陆军第83集团军一场红蓝对抗演练展开激烈交锋。这个对于我们军人而言，我觉得节日不忘战备是我们的必备要求，这个把自己练硬了，我觉得就是对我们节日最大的回馈。履行大国责任，维护世界和平，正在亚丁湾、黎巴嫩、吉布提执行维和任务的中国军人也举行升旗仪式，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愿和坚决完成任务的决心。2020年度征兵体检工作也于昨天全面展开，今年首次实行一年两次征兵两次退役，受疫情影响呢，上半年征兵工作推迟到下半年一并组织实施，目前各地征兵工作有序实施。93载来，我国还有数千万的退役军人脱下军装，他们在不同的岗位继续奋斗。长春公交集团的驾驶员梁师傅就是其中一员，前几天一位乘客特意找到他，不仅对他表示感激之情，还要送钱给他，这是怎么回事呢？从那个钱里拿出 一部分要给我，当时我没有收，完又给那个给车队说要感谢车队，车队也被拒绝了，也没收。这感谢的事儿要从7月25号说起，当天梁师傅像往常一样将空车驶向车厂大库，打扫车辆的时候就发现在座位夹缝里有一个黑色的手提包。当时我拿起来我没有开，没有打开，拿起来挺沉的，我高手一捏吧，里边是成捆的人民币，应该是因为成沓成沓的，当时我就交给车队了。在车队多名工作人员的共同见证下，大家把包打开了，里面有51000元钱和7张银行卡，但是没有有效的身份信息。通过调取乘车监控，工作人员发现了这名丢包的乘客。正当大家苦恼如何找到这名当事人时，失主急匆匆地来了。通过确认，车队工作人员将失物返还给金先生，50000多元失而复得，金先生很感动。世上还是好人多，所以我感谢一路车的所有领导和所有员工。真的要感谢梁师傅。我们再来关注长春地铁6号线建设的最新情况。日前，全国首座明挖、盖挖加装配式施工的地铁车站南部新城西站盖挖部分开始浇筑顶板，为管线的回迁和路面铺设工程奠定基础。南部新城西站为地下导式车站，全长238.7米，附属部分有4个出入口、2组封亭和1个消防专用出入口，是全国首座采用明盖挖加装配式施工法于一体的地铁车站。这个顶板浇筑完成之后呢，在这个顶板以上呢，要进行管线的回迁，把管线回迁完毕之后啊，重新铺上路面之后，车辆就开始在我们这儿行驶了。长春轨道交通6号线起于双峰站，中到长影世纪城，全线29.8公里。明挖顺座加局部盖挖逆座的施工法，也可大幅度缩短占用路面的时间，减小对于交通的影响。明挖一般情况下的占路施工时间一般都得在1年以上，盖挖这个位置呢，我们基本上实现的是大概4到6个月，围挡时间。顶板施工完成之后，我们就把路面恢复交通，把这个占路的影响、交通的影响降到最低。据了解，长春轨道交通6号线在建的9座换乘站中，有6座采用了盖挖逆座法施工，预计8月底到9月中旬将陆续恢复部分盖挖路段的路面交通。现在是一年中去南湖赏花的最好的季节，微风拂过，荷花与荷叶交相辉映，实在是美不胜收。只是这美好的背后呢，总有一些不和谐的事儿发生。每年的7、8月份呢，都是欣赏荷花的最好时节。像南湖荷花池这样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好景色呢，也吸引了广大的游客前来观赏。但是啊，美好的事物总是想有人据为己有。那通过镜头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靠近栏杆的荷花呢，现在已经不翼而飞，留在原地的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靠近栅栏这一侧对人的观看啊，清晰度是最好的，但这一块被人类破坏之后，可能对
以后慕名而来的这个游客造成一种困扰。来的时间短暂，然后你摘掉了，然后咱们也看不到这么好看的东西了。记者围绕着荷花池走了一圈，通过观察发现，池塘沿岸凡是人手能够到的地方，荷花几乎被采摘一空。这荷塘美景就像块磕破了脚的美玉，实在令人唏嘘。南湖的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南湖荷花主要分布在公园的荷花池以及灵璧桥周边，种植面积有3公顷左右，约4万株。现在正是盛花期，确实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观赏。对于南湖荷花被采摘的事件，南湖公园也做出了相应的举措。在荷花盛开的这段时间呢，我俩也是加强了荷花池灵璧桥周边的巡逻工作。工作人员呢会从每天早4点半到晚11点进行不间断的巡逻。大概每天会制止荷花采摘这种情况呢，大约有20-30起吧。在此呢，也呼吁广大市民游客吧，可以共同爱护我们园区的环境，共同爱护我们荷花池这些美丽的花朵，不要随意采摘，文明游园。近年来呢，为了提升公众的文明素质，创造和谐有序的观赏环境，各方啊已经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比如说之前发布的《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游客不文明的行为呢将会被纳入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国务院旅游主管部门呢可以将记录的信息向社会公布，但是遗憾的是呢，举措频频，不文明的行为却是屡禁不止。想要从根本上杜绝不文明赏花的现象再次发生，需要进一步的加强惩戒的力度。你看，如果将游客不文明行为的记录与个人信用体系对接，那么也许就能倡导更多的公众能够将文明的行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展现文明之美，那才是最美的风景。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各地正在进行高考填报志愿的工作，因为某些学校或者专业的对视力有要求，一些准大学生最近是扎堆做近视手术。但是眼科专家也提醒，近视手术有诸多禁忌，需要进行严格的术前检查，不要盲目跟风。今年19岁的小林是广州某高中一名高三毕业生，他计划报考警校，而他心仪的专业对裸眼视力有较高要求，因此小林选择去做近视手术。因为生活还有学习方面戴眼镜至少有一些困扰，还有现在高考完要报考公安院校，需要体检，视力要达标。除了专业报考需求，由于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眼部仍处于发育阶段，近视度数不能够保持稳定，不符合近视手术条件，所以很多人都选择在高考后接受近视手术。比如说在学习的时候，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看不清，以及在人群中找人的时候也是找不到，都会在学习以及生活的过程中有不好的影响。记者采访中发现，高考后前往医院屈光科室咨询或选择近视手术的患者数量呈明显增长。一些医院为满足激增的患者就诊需求，专门加开屈光夜间门诊。但眼科专家提醒，近视手术有禁忌，并非人人都可做。已明确的圆锥角膜、未受控制的糖尿病、明显的白内障、单纯疱疹性或带状疱疹性角膜炎病史、严重干眼病等等，都属于近视手术的绝对禁忌症。另外，开展近视手术前需要进行20多项术前检查，为了保证术前检查的准确性，还需提前做好停镜等系列准备。一个呢，就是还是要经过医生的这个检查，首先呢，就是需要确定这个手术是安全的，我们还要排除一些特别的情况是不建议做的哈。如果是要做这个手术的话呢，手术方式也有很多种选择。那么做完手术以后呢，实际上绝大多数情况下，第二天你的眼睛也基本接近正常了。那当然我们在眼睛的这个伤口的愈合，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要加以一定的保护。那最重要的话呢，在术后特别是1周左右，那么这个眼睛是不可以进水。那么还有个呢，就是我们医生也会建议你定期回来检查。夏季气温高，爆胎事故高发。如果爆胎的事故发生在体积庞大又满载各类货物的大货车上，将直接给周边行驶的车辆带来更大风险。前段时间甬莞高速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一辆小型货车行驶过程中后轮突然爆胎，导致车辆失控，翻转了2圈后逆向斜停在第1、2车道上，货车车头面目全非，货物散落一地，所幸驾驶员系好了安全带没有大碍。
而且当时车流量不大，没发生二次事故。据驾驶人吴某交代，事发当时他突然感觉车辆后方晃动了一下，随后方向失控，他立即脚踩刹车想尝试扶正方向盘，没想到车辆已经不受控制，发生了翻转。因为那个安全带系统嘛，我那时候感觉他那个打滚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头抱的。那怎么发生的事故？我在那边，车前头换了一下，它后带全部摇起来了，感觉车子后面就不行了。眼下正是盛夏时节，气温升高，高速上因轮胎爆胎引发安全事故的概率也大大增加。日前，江西高速交警指挥中心通过视频巡查，发现福银高速九江市永修县境内，一辆大货车冒着烟从远处驶来，随后慢慢驶入最右侧车道。交警立即拉近摄像头查看险情，原来是大货车发生了爆胎。随后交警立即联系车辆驾驶人，对其进行心理安抚和故障处置指导，并协助联系了救援车辆。夏季天气炎热，爆胎事故多发，驾车出行前要注意检查轮胎气压是否正常，是否有鼓包破裂现象，行车过程中注意文明驾驶，不要超速行驶，不要急打方向，急踩刹车，避免因轮胎温度过高、胎压增大而引发爆胎。此外，如果不幸突然发生了爆胎，驾驶人千万不要急踩刹车和急打方向。除了爆胎呢，车辆自燃事件也是夏季交通安全出行的一大隐患。近日，一辆大货车在张集高速江西吉水境内行驶途中起火自燃，江西高速交警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往现场。此时这辆货车已被大火吞没，现场浓烟滚滚，所幸车上人员已安全撤离，未有伤亡。但由于火势太大，迫使路面通行中断。交警在对货车前后方实施交通管制和现场警戒后，配合消防人员参与灭火。大火熄灭后，自燃的货车也只剩下一具空壳。经调查，起火原因是由于轮胎温度过高自燃所致。什么原因引起自燃啊？这个车胎爆胎了。车轮胎爆胎？前些天，在沪昆高速公路湖南株洲段，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自燃，当地交警、消防、路政等部门迅速联动赶往现场处置。记者到达现场时，只见到前方路肩上有一台重型半挂牵引车冒着滚滚浓烟，车辆连同装载货物在熊熊燃烧。火势较大，现场情况危急，所幸车上人员没有受伤。突然起火的了，就是车子跑着嘛，就是看到后面有火苗穿嘛，就是那个车头那个后边一点嘛，我就赶快停进您车道，就是把它灭火嘛。当时你注意到是哪里谁起火都不知道，是轮胎还是是哪里？注意我不清楚，反正就是车头嘛，车头后面这里开始冒火。由于火势太大，消防人员用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完全把火扑灭。同时，交警快速疏通出一条快车道，让其余车辆通行。交警提醒，夏天天气炎热，是车辆自燃高发季。驾驶人驾车上高速前，应对车辆基建设施，如电路、油路、轮胎等进行经常性检查，预防轮胎爆胎引起自燃和电路起火，做到按期保养，不私自改装，不在车内放置打火机等危险物品。在高速上，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要做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并立即拨打高速报警电话12122求助。新闻早报，新闻全知道。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1号，世卫组织就新冠肺炎疫情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将持续数十年，各国必须学会与新冠病毒共存，必须继续利用现有的方法来抗击疫情。The pandemic is a once in a century health crisis, the effects of which will be felt for decades to come. Most of the world's people remain susceptible to this virus, even in areas that have experienced severe outbreaks. Many countries that believed they were past the worst are now grappling with new outbreaks. Although vaccine development is happening at record speed,
We must learn to live with this virus, and we must fight it with the tools we have. 今年5月25号，美国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遭警察暴力执法死亡。这事件在美国多地引发了持续的反对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执法的抗议。7月31号，一批民众在纽约特朗普大厦外举行集会，抗议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问题，呼吁为警察暴力执法的受害者伸张正义。在参加当天集会的人群中，就包括乔治·弗洛伊德的弟弟特伦斯·弗洛伊德。除了为自己的哥哥主张正义，特伦斯·弗洛伊德还对近期发生在纽约曼哈顿区的一起抗议女子被便衣警察粗暴塞进面包车的事件表示谴责。The police officer, the first thing he did was grab his gun. That's a form of intimidation. They good for that. They good for pulling their sticks. They good for smacking it across the floor.But we're not afraid, and we're not going nowhere. 除了乔治·弗洛伊德的弟弟，六年前被白人警察锁喉致死的非洲裔美国人埃里克·加纳的母亲也在现场发表了演讲。Black lives matter when we are murdered with street violence. Black lives matter when we are unfairly treated in the school system. With unemployment and employment.Black lives matter when we're trying to earn a living wage, which most of us don't earn a living wage, even if we have college degrees. 2014年在纽约涉嫌非法受烟的埃里克·加纳，在被逮捕的过程中遭白人警察锁喉致死。一个大陪审团对当事警察做出免予起诉的裁定。该事件引发美国国内反对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执法的大规模抗议。在联邦、市和警局三个层面分别调查后，涉事警察事发5年后被开除。再来关注美国的疫情，佛罗里达州卫生部表示，截至到7月31号，佛州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已经超过了47万例，累计死亡病例接近7000例。而热带风暴伊萨亚斯于当天升级为飓风，并于当地时间8月1号登陆佛罗里达，这又给佛州的疫情防控增添了不小的压力。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当天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007例，新增死亡病例257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数连续4天创新高。根据最新气象预报，伊萨亚斯升级成飓风后，预计将于8月1号抵达佛罗里达州附近。目前，佛州政府已经宣布大西洋沿岸各县进入紧急状态。佛州迈阿密戴德县的公共海滩、公园、码头和高尔夫球场也已经关闭。因受到飓风威胁，佛州疫情最为严峻的迈阿密戴德县和布劳沃德县关闭了大部分新冠病毒检测点。8月5号之前，这些检测点可能不会重新开放。7月25号，飓风汉娜登陆德克萨斯州东南沿岸，尽管登陆后很快降级为热带风暴，但还是给当地的医疗系统和疫情防控带来严重影响。而此次伊萨亚斯来袭，佛州政府如何确保居民在紧急避难所保持社交距离，避免人际感染，以及如何应对医院医疗资源紧张等挑战，引发当地民众担忧。据美国国会商报7月30号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已经造成超过150000人丧生，而非洲裔美国人的死亡率达到了白人的2.5倍。对此，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近日解释说，这是由于非洲裔美国人更多从事基本的体力工作，也无法拥有较好的经济和医疗条件，这使得非洲裔群体比白人群体面临更高的感染和致死风险。此外，还有统计显示，18到64岁的美国人当中，非洲裔无医疗保险居民的人数是白人的2倍以上，高昂的医疗费用迫使大批的少数族裔放弃治疗。
新闻早报，新闻贴心报，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千锤百炼，精英律师，职场升级，靳东、蓝莹莹、孙纯、刘敏涛，人气演技派，高能集结。而您，需要最优秀的律师。吉林卫视每晚7:30敬请收看《精英律师》。长春多云转雷阵雨，31到21摄氏度。白城雷阵雨转中雨，31到21度。松原小雨转中雨，30到21度。四平小雨转中雨，30到21度。辽源多云转阵雨，31到21度。吉林多云转雷阵雨，31到22度。通化小雨，29到22度。白山小雨，30到20度。延吉小雨转阵雨，29到19度。长白山小雨，29到17度。炎炎夏日，冰镇西瓜呢成了很多人消暑的首选，但是专家提醒啊，如果吃了储存时间较长的冰镇西瓜，很可能患上急性肠胃炎。近日，长春市儿童医院消化内科接诊了一对姐弟，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当时两个孩子面色发白，甚至走路都没力气。弟弟3岁，然后那个姐姐12岁，他们就是说共同的表现是发热、呕吐，腹泻、腹痛、乏力、头晕，然后尿少，精神不振。然后一接诊医生详细问病史以后，他是因为他们晚上都共同吃了一个西瓜。据了解，在到达医院半个小时之前，姐姐俩和姥姥在家吃了一块冰镇西瓜，而这块西瓜已经在冰箱里放置了3-4天。当晚孩子姥姥也有了同样的症状，病情也比较严重，在孩子住院当天，姥姥被送往其他医院救治。对，因为放置时间太长了，他也没有保鲜膜隔离，所以说他就出现这种急性那个胃肠炎那个表现。姐姐就第二天就精神了，第三天就是完全恢复正常了。小弟弟就是第四天还有点发热，然后第六天就完全治愈了。温主任表示，夏季吃西瓜最好是现买现切现吃，如果放入冰箱也需要用保鲜膜把整个西瓜包裹上，减少细菌滋生，最好12小时内吃完，最多不要超过24小时。食用时还要记得把表面一层切掉，比如说像那个咱们这个蜂蜜呀，也不能放冰箱里边，放冰箱形成结晶了，也是影响口感，不太好消化啊。在巧克力呀，就这类东西尽量是少放，还有一些就是冰箱里边，也就是生熟应该分开。在此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能把冰箱当成保险箱，如果吃了储存时间长的食物后出现发热、又吐又泻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盛夏时节，素有塞外小江南之称的吉安市依旧凉爽宜人，小城的地标性景观荷花公园内荷香十里，嫩蕊凝珠，节目最后一起那里看一看，也欢迎您继续收看稍后播出的最新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